这个时候待机0.007是正常的，按开关试一下，看一下那个电流，说0.2几，这个时候应该快显示了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有显示？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像这种情况，多半都是显卡挂掉了。这个机器它的型号呢是戴恩，这个1440戴恩。拿板拿出来了，对，电流跳变这么多次，基本上过了，也显卡过了。而且这种机器它的显卡呢也是比较容易坏的，用久了它的风扇基本上都堵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扇是不是堵住了啊，我们的散热器上面已经好多灰了，一坨一坨的了啊，可以扯出来很多了，只刷一下，说明它这个应该是风扇口堵死了引起的啊。我在店里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我就看了这个电流有点像显卡的问题，我就带了一个自己充值的显卡过来，它风筒吹一下对着这个核心吹一会儿啊，如果吹一会儿预热之后它这个能够显示，那说明它这个显卡虚焊了。这是什么样子啊，我按一下开关亮了啊，很明显的显卡虚焊。OK， 可以关机，可以充值了。先除胶，然后你又防止它爆出这些东西，你搞点焊膏上去好一点。这个时候应该是亮了，但是它这个干它的，好，干它。洗完板之后，上面不要留有残渣。洗完之后要干干净净，不丢不丢。然后就放个芯子上去，让它再直起来的。好像可以啊，没有，可以，六六六六六六吧，高手，好行。